好，今天我们开始上课啊。上节课我们跟大家讨论了损伤的病因病机。那么上节课呢，我已经布置了作业啊。今天我们提个问题啊，看同学们有没有很好的机会去复习啊。损伤我们讲到的病机里面讲到双气和双血这两部分是最主要的。那么我提个问题啊，叫个同学来问一下啊，双气。我们分临床分为哪几个？有个同学，你来讲讲看啊，来讲讲看啊。双气也分为气滞、气滞、气虚、气脱、气闭、气逆、气逆，四五个啊。好，请坐。那么我说双气临床上蛮多的啊，气滞、气闭、气虚、气脱、气逆，这是双气。双血啊，我们叫双血，双血有哪几个？你讲讲看。哎，这个同学讲讲啊。包括血虚、血热、血瘀和血脱。哎，对，请坐啊。双血，我们再复习一下啊。血瘀、血虚啊，还有什么？血热、血脱啊，气滞、血脱啊。那么，当然我们这个知道了这个双气双血以外，我们还要知道啊，要掌握。双气跟双血之间的关系，特别我们临床上很多的叫做气滞血瘀啊，气滞可以导致血瘀，血瘀反过来会影响到气滞啊，这个我们同学还要重点掌握啊。好了，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讨论这个第三讲临床的诊治啊，临床诊治。那么临床诊治呢，哎，我们讲一个病人来，他可能有全身情况啊，全身的情况也有局部的，比如说一个骨折。那么大部分情况呢，它是局部症状为主，还有不少部分的严重损伤的，它可能会全身症状啊，有全身症状啊，比如说大出血，骨骼开放性骨折，出血量很大，这个病人可能会全身症状，比如说面色苍白啊，肢体厥冷啊，这个出冷汗，口渴量尿量少。血液下降嘛，不虚弱等等，这是一个什么休克的早期症状？休克早期症状。那么我们首先要注意这个全身情况的变化啊。一般情况下全身无症状，那么局部症状我们是重点的要讲的。比如说一般的症状啊，我们把它分为一般症状、特殊症状。一般症状首先是疼痛，痛啊，很多病人痛，比如摔了脚啊。腰痛了啊，这个痛是什么？骨折的疼痛绝了，他疼痛来开瓶啊，这是第一个症状啊。第二呢，外伤以后呢，可能成为呢局部的出血以后呢，局部肿胀青紫或者我们叫瘀紫啊，不仅有肿还有淤血，淤血的叫瘀紫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活动功能障碍，活动功能障碍，比如说你叫他走路，他不能走路；骨折了之后，这个骨折之后，你叫他关节的伸缩活动，他功能障碍。好，一般症状分三个：疼痛、瘀滞啊，或者我们肿胀、瘀滞或者功能障碍。那么这个是一般的局部症状。局部的症状那里面有个特殊症状，这个是我们要所重点掌握的，大家重点掌握的啊。一般症状就是说骨折也可能会发生，伤筋也可能发生，脱位也可能发生，我们叫一般症状。特殊症状那这里有例举了几个，比如说第一个啊，畸形，我们呢先讲讲骨折的特有体征，分三个。第一个畸形，所谓畸形呢，哎，我们讲骨折断断成角畸形啊。比如说我们骨骼粗隆节骨折之后呢，或者我们下肢呢外转外旋，短时畸形，那么这个畸形一看就是畸形。一个病人这个送进来之后，抬进来之后，这个病人这个脚啦，不仅是我们这个脚趾头的，他已经到后面去了，反过来了，那么这个就是畸形啊，畸形。第二呢，骨茬印啊，那这个是局部的畸形啊。哎，那么还有呢，这个脑畸形出来了啊。第二呢，骨茬印啊，所谓的骨茬印，
骨差异是骨质的特有体征，啊，特有体征。如果是有骨差异，那么它一定是骨折，它主要是表现在骨盖骨折完全性的骨折，比如说这个股骨盖骨折，现在是完全的断裂，也就是完全性的骨折，它骨折跟骨折断断相互碰撞而发出的声音，我们叫做骨差异。所以说骨差异是骨折的特有体征之一，但是反过来，不是说所有的骨折都有发生骨差异，比如说我们讲腰椎的压迫性骨折，它就没有骨差异。有的开塞性的骨折，比如说巩固近端的开塞性的骨折，它也没有骨差异。啊，就是说骨差异是骨质断端和断端相互碰撞而发出的声音。如果是有骨差异，那一定是有骨折，一定骨折。反过来不一定。也不是说所有的骨折都会发生骨差异，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有体征啊，异常活动。什么叫异常活动呢？就是不该有活动的地方出现像关节一样活动的，我们叫异常活动啊。我们又称之为呢叫假关节。假关节，比如说我们小腿骨折，经腓骨的小腿骨折。小腿骨折完全的断裂之后呢，它会发生，就是就会出现像关节一样会活动了啊，我们称之叫做异常活动。那么异常活动跟骨差异一样，是骨折的特有体征，也就是表现在长的骨盖骨折。反过来啊，这个有时候呢，我们陈旧性骨折了，陈旧性骨折时间很长了，骨折不愈合。骨折不愈合呢，哎，我们称之为呢，它活动了，它不疼痛了，不疼痛了，我们称之呢，就是所谓的说假关节一样的东西啊，叫异常活动。当然不是说所有的骨折都有异常活动，刚才前面我们讲了，这骨折如果开车在那里，它就不会有一种假关节的现象，就不会有异常活动啊。那前面三个是骨折的特有体征，我们同学必须掌握的，要会灵活应用啊，临床上一定要会，一定要掌握的。那么第这个呢是脱位的特征，脱位的特征也是三个。第一个畸形啊，方尖畸形，肩关节脱位之后的方尖畸形啊，方尖畸形，弹性固定啊，关节与空虚，这些都是特有体征，是脱位的特有。比如说呢，这个是压迫性骨折啊，压迫性骨折。那么什么叫关节与空虚呢？比如说一个病人肩关节脱位，前脱位，哎，他有个方尖畸形啊，我们讲的畸形，方尖畸形。同时呢，他在肩峰下呢可以摸到一个空虚的感觉，这个空虚感觉就是摸到了一个就是正常的巩固的头跟关节盂脱位脱出来了，那空虚就我们叫称之为关节盂的空虚，关节盂的空虚啊。这是脱位的特有体征之一啊。弹性固定，什么叫弹性固定？弹性固定啊，以前我们同学在考试的时候答题的时候名词解释弹性固定，我们有的同学说弹什么叫弹性固定啊，他解释了用弹力棒带做固定叫弹性固定，不是的啊，这个不是的啊。什么叫弹性固定呢？当一个关节脱位，我举个例子，肩关节脱位，脱位之后呢，部分的关节囊的磁力或者部分的肌肉的磁力，而另外一部分呢它还是完整的，处于痉挛状的，那么它出现一种特殊的位置，比如说肩关脱位，它往往是外转30到40度，前缺20到30度，就在这个位置来了啊，就这样位置来诊断的，来看病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检查的时候，我们用力移动远端的肢体，它有勉强的活动啊，有，但是有阻力，比如说我们在做做看动动看，它能过去，但是放掉之后呢，它又回到这个位置，这个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呢叫做弹性固定，叫弹性固定啊，不是说弹力棒带固定这个骨质啊损伤啊，这个要记得啊。弹性固定是脱位的特征之一，当关节脱位以后，关节周围的关节囊韧带部分磁力，而另一部分处于痉挛状态，
肢体处于一种特殊位置，当我们远移动肢体的远端时候有阻力，当这个外力放掉之后失去的时候，它又回到原来的位置，这个情况叫做为弹性不定，是同一特征。好，我们再复习一下啊，骨折的特有体征，下次要提问的啊，骨折的特有体征是一畸形，二骨差异，三异常活动。脱位的体征三项也是一畸形，二关节空隙，三弹性固定。那么除了这个刚才讲的骨折脱位的特有体征啊，我们还有脏腑损伤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个我们简单讲讲啊，可能会出现颅底骨折，也会出现在一膜外的血肿，还可以出现多处肋骨的骨折、气血胸、肾脏损伤、结石等等。比如说颅底骨折，可能这个神志有问题了，熊猫眼啊，一膜外血肿之后可能会瘫痪症状会出来啊，多根肋骨骨折会发生气血胸啊，这个呼吸的反常呼吸啊，如果是肾脏挫伤呢，我们会不会看到血尿，就像个小便，小便结石血红呢？那么啊，这是脏腑的，我们一般了解啊，一般，那这就是熊猫眼啊，血尿啊。那么我们想想，下面想想骨病的症状，刚才讲的损伤的，那损伤骨质脱位，骨病的症状体征。那么骨病的症状体征呢，相对来说呢，全身情况呢，往往又会出现一些全身情况。比如说我们现在第一个呢，骨痈阻。什么叫骨痈阻？骨痈是急性骨髓炎，相当于骨阻，相当于是慢性骨髓炎。那么骨髓炎呢，急性骨髓炎它会出现的症状，那这都写的呢，怕冷，还在高热，这个体温可以40度以上啊，小孩子可能41度，还在高热，出汗，烦躁不安，口渴啊，脉速失控，太滑腻，这是一些急性的热症啊，骨髓炎，急性骨髓炎。但是慢性骨髓也不会啊，骨阻可能不会这些症状啊，症状全身症状被主要表现为骨痈、急性骨髓炎的啊这个症状，骨劳结合，相当于现在一些结合骨结合的疾病啊，那么它是慢性的虚症，表现为结合的一些症状，劳就结合啊，那么骨蒸潮热、盗汗、口干、咽烧。失控状态太无啊，脉沉细、阴虚火旺的一系列的症状啊，我们内科都学的肺痨一样的啊，主要这个症状。那么痿症久病必须呢，你就是面色无华、食欲不振、肢体软弱无力，痿症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肿瘤，恶性肿瘤呢，主要是消耗性疾病呢，精神萎靡不振、食欲不振、消瘦贫血等等一系列的消耗性的一些疾病的一种全身症状。所以说骨病，典型的骨病它都有它典型的全身症状，从这些全身症状我们可以判断这个疾病啊，判断这个全身症状。我们重点掌握的是局部的症状，就是局部的体征啊。那么我们可以分为一般症状和特殊体征。一般症状跟前面讲的损伤一样的，疼痛、肿胀、功能障碍，疼痛、肿胀、功能障碍，这是一般的症状，我们不多展开了。我们跟大家讨论的是局部的体征啊，特有体征。特有体征呢，我们说特殊症状呢，第一畸形啊，畸形，这个病人呢脊柱侧弯畸形啊，脊柱侧弯畸形，那他可能是先天性脊柱侧弯，也可能是结核等等都有可能的啊。这个手呢是什么手？类风关。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手，那它有特殊的畸形，手上一伸出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类风关的特殊畸形啊，关节畸形、肿胀畸形啊，这是畸形。那结核，那这个病人开过刀了，但是他还是成角的啊，成角畸形的啊，这是片子，我们看看，那这是畸形啊，破坏啊，这是结核，胸腰椎的结核，它有特殊的畸形。还有一些呢，那膝关节的，我们所谓膝内翻畸形，通俗的讲呢，叫做 O 型腿，这个还不重，有的严重的话 O 型腿，也就是足跟能碰到，这个膝关节的内侧不能碰到，
啊，这个叫血内翻起型。血内翻起型可能是这个病人可能是什么类风关也可能啊，骨性关节也可能等等啊，这个是血内翻起型啊。还有一些特殊症状呢，哎，那肌肉萎缩耳麻，小儿麻痹后遗症出现了肌肉的萎缩，肌肉萎缩啊，股四头肌的无力，这个肢体细小萎缩了，他走路的时候可能要不稳了，要手撑了啊，那肌肉萎缩啊，萎缩性的脊髓侧缩硬化症等等，这种都会有一些特殊的畸形啊。那么这个是呢，肌肉挛缩，肌肉挛缩啊，第三个肌肉挛缩，肌肉挛缩呢，这个病人什么呢？这是一个典型的前臂缺血性肌挛缩造成的前臂骨折或者挤压造成的前臂肌肉的缺血坏死，到了后期就是形成一个挛缩畸形啊，前臂缺血性肌肉挛缩啊，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什么？出现一个挛缩以外的呢，变成一个叫爪形手，老鹰的爪子一样的叫爪形手，你要手的手指尖关节要伸着它伸不出来，就出现这样子，那么这个功能就障碍了啊，这是很典型的这个前臂缺血性肌挛缩畸形啊。那么肿块，你看这个肿块很大啊，这个肿块很大，肿瘤，骨肿瘤啊，骨肿瘤啊。那么我们临床看到没这么大的，这个病人拖了很长时间啊，哎，这个你给破出来了啊，这个疼。我们以前碰到，我们有一个同学，哎，这个肩部有个肿瘤，一下子打起来，恶性肿瘤，啊，一个月很大，快下，马上打起来，打起来之后呢，最后做一个活检之后是恶性肿瘤，那么要给他上肢的结节骨离断手术，好，这个是肿块，啊，那这个是什么？痛风石，痛风结节了。痛风，那这个是石灰一样的，啊，跟你说你石灰碳酸钙的石灰一样，啊，痛风是耳朵上面有痛风是，啊，痛风的病很多病人是到我们骨专科来看，啊，他脚趾头的痛，扎指关节的疼痛，红肿的痛，关节都到骨科骨专科来看，那耳朵上面有结石，你要看，啊，尿酸测测看，尿酸血尿酸很高，痛风是啊。这个痛风石我们手术当中切开的里面都是一块块的石灰一样的东西啊，这个就是肿块里面也有这种啊。好，还有呢，伤口，我们看看伤口，如果感染的话，那这里有个痘痘，这个病人很明显很开过刀的，手术过之后引起一个痘痘感染了啊，这个病人根骨骨折，根骨骨折之后感染的呢，这里看到的蓝颜色的，在手术前我们打一点镁的，然后开个痘痘，到底有哪些？如果蓝颜色的这个地方都是痘痘，那么我们把清创的时候要彻底，有蓝颜色的地方可能引起痘痘，有时候你看不清楚，显示不清楚，那么我们手术前打点镁的，然后有蓝颜色的地方要把它清除，彻底清除的啊，慢性骨髓炎引起各方面的里面的痘痘都会出来啊，好。刚才我们讲了症状啊，讲了症状啊，有全身的症状，局部的症状，有创伤的，有骨病的，那么这些症状呢，大家重点要掌握的，尤其是局部的体征啊，下节课我们要提问的啊。好，下面我们讲四症啊，中医讲望闻问切啊，通过望闻问切来收集了一些临床的资料，通过辨证论治或者辨病相结合来诊断，当然还不够，除了四症以外，我们还要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实验室检查，你说痛风，刚才讲痛风，那么有血尿酸是不是高，强直性脊柱炎 HRD27 是不是高，那么我们还很重要的一个要什么呢，我们还要影像学检查，比如说拍张片子 X 光片子，骨折你以为到什么程度啊，粉碎性的还是很断的 X 光片子，我们要椎间盘突出，我们是不是做个 CT 啊，甚至要更清楚，我们做个磁共振核磁共振，如果是肿瘤的话，我一定要核磁共振看看它范围多大，好，总而言之，但是基础是什么，四诊，望闻问切，当我们没有这些
不使用先进的这个现代医学的诊断手段，我们往往以前我们都是用视诊核磁呀，叫视诊核磁呀。好，那么望闻问切，我们一个个讨论啊。望诊，所谓的望诊，望全身啊。我们中医讲的望而知之，谓之神啊。通过看个人的全身的情况，望神色啊。一般的骨折双筋，一般的这种骨病，他的全身情况都是很好，神色都正常。只有当严重的，比如说休克了，哦，面什么苍白，烦躁不安，啊，烦躁不安，面色苍白，大汗淋漓，那么这个是全身情况。那么我们这个除了望神色以外呢，还要望姿态，就全部的望全部的。比如说骨折脱位严重双筋的时候会出现的形态的改变，哎，形态的改变，姿势不对。有的病人来的时候腰痛的病人，他就是这个腰侧劳这样走过来的，对不对？腰痛是不是这样子 啊有的病人这个手骨折了或者头他就是脱出来的，那么你要看全身的姿势啊。还有呢，看畸形，那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方尖畸形。方尖畸形一看我们就说，哦，这个可能是肩关节脱位。从全部的典型的症状，我们就来看出这个病人是肩关节的前脱位，出现一个典型的方尖畸形，方尖畸形啊。好，那这个望畸形，全部的畸形，这个是什么筋？典型的一个菜叉样畸形。所谓菜叉样畸形，就是一个桡骨远端的肾轴硬骨折，啊，又称之为克里斯骨折，啊，克里斯骨折就是肾轴硬骨折。跌下去的时候，手掌一着地，出现了桡骨远端的向背侧、向鸟侧移位，出现这样一个畸形。好，那你看这个举重运动员突然呢，这个脱位了，肩关节、肘关节脱位了，啊，举重运动脱位，他撑不牢，倒一下脱位了，外双引胸啊。那么称之为什么叫虚状畸形？虚子一样的，叫虚状畸形。好，望局部，我们还要望全部的肿胀啊。一般来说肿胀明显是损伤比较大，肿胀不仅有肿胀，还有瘀斑啊，瘀斑。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呢瘀斑的颜色来判断这个疾病的时间的长短。一般来说瘀斑开始的时候一两天的时候，前面来看损伤以后马上来看，它是一两天的时候呢青紫色的，哎，慢慢的变暗红色的，三到五天是暗红色，再发作的也是更淡的，是黄颜色的，大概七到十天，一个礼拜左右呢是黄颜色，最后呢变淡黄色，最后消退。那么一般消退，根据淤血的程度，里面淤血溃大不大的，淤血范围越大，它的颜色消退越慢。所以说，我们从颜色的变化就看得出这个病人疾病时间多少长啊，就是多少长。好。我们还要望窗口，望窗口要注意窗口的大小深浅啊。这个窗口里面有个异物，比如说这窗口里面，它里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摔了跤跌到地上，这个又下雨天，这个马路上面有小的石子，窗口里面有石子，小石头有沙泥，有的里面有异物啊，有异物，那么你也看看有没有异物污染的程度。还要看什么呢？这个窗口边缘呢是否整齐？有的窗口是很整齐的，那么刀割伤，啊，以前我们讲的刀割切割伤，玻璃损伤它很整齐的，这个哎一个梳形的，哎，那么如果这个是有感染的，这个脓液的颜色，脓液的颜色，我们看看啊，这个颜色是什么？啊，有的窗口这个，有的窗口呢颜色呢，这个是暗红色的。不新鲜的，那么这个病人可能跟开放性损伤时间比较长了。有的窗口出血的呢是那这个颜色呢是很鲜红色的，那么可能时间很短暂。还要看看脓液的，这个是黄的还是稀稠的，是不是这是恶臭的，你都要看看的啊。那颜色啊，还要看窗口的出血程度，出血程度啊。那么我们一般要注意窗口啊，一个窗口一开，它有外敷料包在那里，我们一打开，我们首先要看你不要看看，哎呀，这个大小多少，
大概去打开，你一开就要知道，哎呦，这个深度怎么样？一般我们打开之后，啊，要注意几个去看，一个窗口的大小深浅，第二看的边缘是不整齐，第三呢，看看里面污染的程度，如果有浓的，个浓液多少，浓液的性状以及浓液的颜色，窗面的渗血的情况，啊，是渗血。还是喷血，喷出来的那么出血量很大的，可能动脉损伤，我们可能要缝血管。如果静脉的损伤，我们可能要结扎一下，止血一下就可以了。所以说，你一个窗口不在乎这么几个方面，你看啊，要看。那么然后我们再决定窗口，这个窗口是清创，是在急诊室清创，简单清创，还是我们要大的手术室彻底清创，那么就决定这个我们进一步治疗的方案。啊，这个是望窗口，那么还要望肢体的功能啊，肢体功能看了这个手啊，看一下曲曲软缩，看了手指会不会动啊，就要动了、啊、不会动了啊，说明功能活动障碍啊，功能活动障碍啊。好，舌苔我们中医的特色就望舌，这个是我们内科已经学过了，我这里不多讨论，同学们再去这个去好好的咨询看一下就可以了啊。哎，舌苔往往是反映着气血胃肠的变化的很好的一个反应啊。第二，前面我们讲的啊，望诊，那么门诊，闻，耳朵听，鼻子嗅啊。那么我们骨伤科主要听声音，那听什么？听骨茶音，听骨茶音啊。所谓前面讲的，再复习一下啊，前面讲的骨茶音。什么叫骨茶音？骨质断断跟断断相碰着而发出的声音，我们称之为骨茶音。那么这个骨茶音呢，是骨质的特有体，但是不是所有的骨质都有骨茶音。比如说椎体结石性骨质，它就没有骨茶音。第二呢，骨的传导声，现在听得很少啊，有听诊器在这骨头叫它动动活动或者骨质摩擦也会听到，有听诊器听，这个我们现在用的很少。第三呢，很重要，就听热灸声。热灸声，这个所谓的热灸，咯哒一声，就是我们这个脱位的病人脱位啊，有个附近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我们说脱位后的重要的标志就是咯哒声。没有听到的这个咯哒一声音，就是肯定没缝附近。啊，我们很轻不够，我们没复位手法不到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啊，脱位成功的标志啊。听说就是第四呢，我们听筋的响声啊，听骨质的问题不成音，听脱位的骨质的热灸声。第三呢，我们听筋的响声磨成音啊，关节的磨成音啊，它比较柔和的啊，有的柔和的，有的粗糙，有间隙的。所谓的关节磨成音，我们有时不一定听得到，因为关节比较烦躁，我们有时候摩擦感呢，摸到这里，膝关节看到骨质会动，哎，这个是不是关节磨擦？有的半月板损伤呢，它哎咯哒有声音的。我们有的同学这个，我在膝咯哒有声音，不痛它没意义啊。好，肌腱的弹跳声和裂发音啊，肌腱裂发，摸在这里叫它动动看，骨质有没有声音啊？肌腱跟腱鞘周围摩擦发生的声音啊。那么我们成为有的弹响质是吧？曲肢肌腱腱鞘炎，什么词呢？一个老太太早上起来什么词呢？后来一掰，咯哒有声音，又曲不起来了。再一掰，它咯哒又有声音，又曲起来。那么这个叫做这个弹响质啊。由于肌腱的腱鞘的跟肌腱的卡住了，哎呀。用力划过去会发生这种弹响声啊，那么关节也有弹响声啊，都比如半月板损伤啊，或者里面有游离体啊卡住了，半月板被撕裂了，不平整了，当骨骼科划过去的时候，咔哒有个声音，这个临床上都是一种退行性疾病，很多见的啊。那么听筋的响声啊，听筋的响，那么第五呢，我们要听什么？听急哭声。啊，不是病人疼痛哭啊，这个是小孩子损伤以后疼痛，损伤，啊，有的小孩子我们他是轻质骨折，局部的畸形也没有，肿胀也不明显，检查我们不彻底，
好，衣服穿多，冬天经常不吃地，那么这个时候你在抱小孩的时候他哭了，不抱他不动他不哭了，那么这可能其实我们某一个地方有骨折了，我们要仔细检查。比如说小孩的手骨骨折，你把他抱起来他就哭了，你放好放平坐在那里或者躺平他就不哭了，那么小儿疼痛发生的起骨折啊，小儿起发生啊，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小孩子哭他总是这个问题啊，这我们要仔细检查，不要漏诊。有我们碰到以前有个小孩子筋骨的轻质骨折，还蛮小的小孩子，一岁还不到，轻质骨折摔了跤，我们有的医生